我乃九一山少司命，归邪升起，寻海皇，护空桑，是我的职责。他竟然就是言儿的师父，他怎会出现在此处？是我族人，这笔账我今天要和你算清楚。我来助你。你不是他的对手，快走。少司命不怕，难道我就怕了？那你们就一起死吧。师父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出坡徒步只得这一条路，我在此处遇见师父难道不是很正常？师父，我才按照这术法书练了几天而已，这功力就长了这么多啊。你当心再多说两句就被他发现了。谁？少司命大人，我是郡主的婢女，我家郡主不知怎么了，忽然之间昏迷不醒，可否请您去看看？昨日我就觉得不对劲，今日便略施小计一试。师父果然灵力凝滞，你是怎么受伤的？是不是镇大巫师的手受的伤？这是什么？